情报果然准确。莎娜，几个月不见，越来越漂亮。你也是呀，艾莉，简直是美。过来，带来了。Thank you.
赶快走。在中国，贩毒一向是枪毙，我们俩怎么也是死。我们拼了！
这么多，只要留住市场，不知道危害多少家庭。队长，先搜身确认身份吧。好，检查他们的口袋和靴子。是。
队长，刚刚证实，那位正是女毒贩昆乔的手下。莎娜，刚刚查了他们银行卡，收获的身份不明，但是跟丽媛公司有关。今天的收获真不少。我们收队。我拍到人了，等下让老总捡吧。那帮人全都闪了，他往这边转的话，那帮人过去过去的。没有，现在我拍后面，那前面你慢慢捡。对，我叫了他们闪在那边去。再来一遍。穿，别穿了啊！摆点动作啊，造型。车门关上。你们要把车门关上。在这里停啊！油门稍微带快一点。喂，好，停。哎，穿着。